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天雅霍。最近除了依旧持续在创作之外，其他时间都在录制新的专辑。那么在10月15当天，大家就可以听到即将收录在新专辑的新歌哦，敬请期待。如果可以成为一位童话人物的话，我希望可以成为小飞侠，因为小飞侠永远不会老，所以就有用不完的时间。那么我就有更多的时间可以做我自己想做的事情。10月15号 CGC 颠覆童话时尚派对，我会在现场唱歌给你们听，要来哦。